先发投手沈玉姐六局的好投，那拿到本季的第六胜。打击的部分呢，就是今天打出了四支安打，单场有三分打点进账的陈志伟。那陈志伟也拿下了单场 MVP， 我们要恭喜他。立群好，钟老师你好，恭喜你，谢谢。陈志伟，我先问一个问题哈，看看我的观察是不是比较细微啊？你是不是去剪头发了？啊，对啊。那为什么呢？太长了、啊、哦，对啊，是打击会遮到眼睛吗？还是谁啊？应该是还好，就太长一点的、哦，对，比较清爽。哎、哦，对 对，我们先听他讲哈、哦。那天气也比较热，对不对？嗯，是。好，那陈志伟来谈一下哈、哦，今天打了四支安打嘛哈、哦，然后有三分打点。其实我们也观察，就是说这不是你最近单场四安打，你上礼拜有一场单场四安打。对对。那是不是来谈谈，就是说在这一两个礼拜啊、哦，近期的打击状况？打击状况的话，其实因为早上都有进行一些特打，然后可能前一阵子就会得失心太重了，然后现在就是也球季末，那就想说最差也就是这样，然后反正就是心情上的话就比较轻松去应对每一个打击这样子。是，就所以你觉得你自己是心态上的问题吗？不是技术上的问题吗？我觉得技术上应该都还好啊，问题不大，我觉得可能是心态上的问题，就是可能一两次打不好的话，可能就会觉得说，哎，应该是可以打到，然后就是会反复一直去想，这样就比较不好。是，好，那你刚提到这个特打的部分了哈，那你觉得就是说，最近的这个特打有帮助到你些什么吗？特打的话，早上特打的话，就是不要让我们睡太久，然后早上起来，那就是加强一些可能个人比较不足的地方，然后就不要睡太久啊，早起，然后吃个早餐这样子。是，但还是有睡饱就对了。有，会提早睡觉。好，睡得刚刚好就会打得比较好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多多少少是不好意思哈、哦。陈志伟来谈一下了哈、哦。我们也发现了，就是说你对潘威伦哈、哦嗯、打得非常非常的好，那不只是今天啦，就是说你。在本季呢，你之前对战他也有快五成的打击率哦，是不是来谈一下你为什么碰到潘威伦，为什么打得特别特别的好？他是防御王，特别好，我也不知道哎，是就平常心吧，就每一次其实每一次打击都是用平常心再去面对每一次的打击啊，那也没有针对说哪一个投手要怎么样，就没有去想，就是一个打击就好好选择，然后就设定自己要的地方，然后就继续去跑。那有没有安打，那就没有办法，我自己没有办法决定，那就是做好自己该做，那会安打就是会安打。对，那对于嘟嘟的球路，你有特别熟悉或特别去研究吗？研究有，因为从去年就是有球迷就是会帮我剪那个打击的影片，那有时候我就早上起床的时候会看一下，或者是前一晚就会对战，然后看一下这样子。对，多多少少还是有那个记忆在里面了哈。对，多少多少是。好，那也恭喜陈志伟，也谢谢接受我们访问，谢谢你。谢谢张老师。好，那这场比赛呢，当然。